喝酒呗，一块。我不尴尬，给他们买咖啡啊，送礼。就用尴尬的打招呼的方式打破尴尬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挺尴尬的一个人。红酒啊，黄酒本酒。是一款浓茶，二锅头吧，挺呛的，也不是那种很贵的酒，但是喝起来很有劲。其实没有哎，都还挺能憋笑的。可能我和一北道拍的时候笑场会稍微多一点。笑场我们大家都是一起笑的 ，NG 都会 NG 吧，但是也都不会很多。主编嘴老瓢。一北道吧，一北道真的是没谁了，拍个照片都是。这种自己去感受吧。不是我呀，我都是别人练的，反正不是我。宋艺人百分之百，真受不了。拍个海报啊，快看，我这就大魔什么不懂，真的感觉像婚纱照。那肯定是我啊，你别在那指自己了。宋艺人，我的朋友圈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，虽然发的不多。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是发了一个我的马甲线，这写真很没劲的，你不会想看的。我知道你们想看一些奇葩的东西，但是我没有，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的男神，没有污点，没有自黑图，就是完美完美完美。大多数应该就是在酒店休息吧，会健身，刚去一次。我喜欢看剧，要么就玩游戏，但是在这个组，我这个酒店玩我不行，打不了游戏。打游戏，敷面膜，然后健身，在房间看看书什么的。眼耳鼻舌口都好看。最满意的五官，其实呢我每个五官都不是很满意，但它拼凑在一起呢就很好看了。后槽牙。我是女生的身高担当，体重担当，男女的都没有我瘦。我是剧组的颜值、才华、演技担当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。你想看到的这里都有。这个剧真的是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，尤其是我必须来看，特别好看。我们这个剧真的是大部分人看过吻戏最多的剧，真的是很有看点，每场吻戏都有不同，有60多种加起来，那大家期待一下。因为有我所以一定要看。好了，拜拜。